不如相信我能准时下播。不用等20万，我就是拍好了就发嘛。最近的新剧是哪一部？最近新剧上了之后，然后再告诉你们吧。啊，马小雨，马小雨，关注了吗？啊，你太好了，爱你。这周有很多帅哥，小帅哥和美女。关注还有暗爽，我一点不暗爽，好爽啊，明爽啊！但我一会儿真的要下播了。是啊，好一啊，我什么时候好一啊？我是 I 人啊 ，INFJ。二爽有福利吗？什么算福利啊？谢谢九幺家北阳台送直升机，谢谢你们送礼物啊，谢谢。终于在第几期？终于在第二期吧，还是第三期啊？飙段英语的下播 ，How are you？ 我也不想舔嘴巴，但是我嘴巴上火，我就起皮了，真的很难受啊。Not comfortable. Not comfortable. 每天都舔嘴唇吗？是。I'm fine, thank you, and you? 我不怼人吧，从来不怼人的。因为不爱抹唇膏是。因为我最近就是油的东西吃的比较少，所以我嘴唇比较干。每次没有安全感的时候，我就摸下我的胸，我就有安全感了。20万弹钢琴也可以啊。什么都会啊，弹钢琴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没有了，我爱好不多啊，我爱好就是弹弹钢琴、唱唱歌、健身、画画，各类球类运动啊，然后还有滑雪啊、滑板啊、攀岩啊、拳击啊，各类田径运动啊，然后还有，没了，还有吹牛，是，最主要是吹牛。什么足球、篮球、高尔夫球、橄榄球、棒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、排球，这不都是基本的吗？然后钢琴、小提琴、画画、书法、国画这些、素描啊、油画这些，不都是基本的吗？唱歌，基本的吗？然后健身的话，基本的吗？都是基本一些要做的事情。
书没有书法，国画，国画，画国画嘛，画画画嘛，画素描、油画、水墨画这种，水彩啊这些，包括雕塑啊。那直播展示一下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小时候在少年宫长大的，在少年宫长大的孩子都这么全能的。吹牛十级，英语一级，普通话一级，吹牛十级。你们就故意激我，说这么多里面只有吹牛真的，就是故意激我去做这些事给你们看。没关系，这都是我的一些小习惯和小爱好了，你们迟早会看到的，就时间问题了。吹牛给自己吹热了，吹牛给我自己吹热了，我去。苹果十四，还行吧，没有脸大，没有脸大，比脸小一点。我好粗啊。你的刘海跟我一样长，我七点半下播，七点半下播我健身去了，我要从细狗变成猛男。直播健身吗？直播健身再说吧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谢谢 JM 送礼物啊！谢谢拽哥家的北阳台，谢谢乔默然，谢谢菠萝油，谢谢你们送礼物。啊！撞到我腰了。好刻意吗？我就是刻意的人啊，你们不是知道啊。你做做完吗？有吗？我这做做有吗？啊，不行了，好热啊！
我这人头发好乖好傻，像小学生。每天在坐坐，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。你有耳洞吗？我有耳洞吗？陆鹏山，人家山外山。你要打泰拳去了 ？OK 啊，那我去打咏春去了。有空 PK 一下。什么时候更新作品？我东西都带了，你看我这东西都带了，我这就要去拍了。我带着这个架子，我就要去拍的，找人给我拍了。这不是全能吗？我觉得这不是最基础的技能吗？作为一个优秀的吹牛大王来说，优秀绿茶来说，行行行行，洗个手，我下播了啊。我真的好傻。我下了，家人们，我下了。在这洗个脸，在这洗个脸，我就下播了。在这洗个脸，我就下播了。新衣服 ，Do you like my new coat? It's so cool, I think, right? 看我腰好细啊，腰线，看我的腰，细不细？细吧，超细的，我现在超级细，我现在腰超级细，腰还没有胳膊粗呢。夏梦下播了，下播了。洗个脸，洗个脸，下播了。他背了个吉他，我也很帅啊！我背了一个包，我有一个包。是有点热，我是一脸汗，我洗个脸，拜拜。腿太细了，说话好难听啊！你说他腿细吗？腿一点都不细，我腿粗死了，我腿超级粗的，超级粗，全肌肉，懂什么？不要乱说，说别人男人不能说别人腿细啊。下播了，拜拜。